语歌。继续跳舞吗？哎，那我可以哦，不要给我继续唱歌啊，演唱会哦。不然呢？你看你，你不要跳是不是？他们等一下呢，椅子就会放上来的哦。来安排，我们非常好看的精彩辣妹秀，你看里面的掌声都来了哦。哎，就知道你们哦。哎，你唱歌算是差我呀你啊了，干嘛？哎，小罗，我哪不知道你爱鸡皮的，原来你爱椅子舞呀，你就早讲嘛啊！你唔知人伊咧倒调，爱姿势偌水的呢？好，你唔知啦，爬高高看的角度不一样，拍的角度也不一样，没关系，好，我们小雨都会哦。嘿，等一下椅子完之后呢，对，让他自由发挥啦。啊，你哪讲到重点嘛啊？了解的。好，接下来邀请我们小雨为大家带来非常好看、精彩辣妹秀来个吃的去。恭祝咱下头老家，咱我们三妈九龙台主圣诞千秋的光彩。阿麦吉吉内的钟主席，苏个波比阿咱的恰苏吼，那华哥以及呢我们围城哦，今日的平安旗给开出去，坦荡的千千万万杯哦，阿秋哥，我们今天所有好朋友，草木咱的平安旗哦，也让大家呢都能够心想事成，平安顺心啊！不管那个做虾米吼，修虾米那个得虾米，哎，音乐好了吗？好啊，就来个催泪曲。